大家好，今天我又上山林里来转一圈啊，再采点白灵芝来，因为那个白灵芝，我采回去，那白灵芝都定出去了，然后没有了啊，不够了，还有要的呀，不够了。然后今天我领我媳妇儿，我俩都来了，俩人还能采的还能几率大一些吗？多一些还能多少的？咱们再转一圈啊，在这块儿也发现了啊，咱们看看啊，看看这个白灵芝，再发现一个白灵芝。这个漂亮，挺漂亮哈、啊。哎，这个把子长正中间去了哈、啊。这个把一般都在头上长，这家在正中间长着。这个好看。那底下呢？看了吗？这怎么在底下长啊？钻底下去了，这啊。别抠碎了啊！我也害怕抠碎，我抠不了。咋的啊？抠碎了呢，下不来呀、不行，你来吧，过来。给我吓着，是挺结实啊！哎呦，这个地方长得挺特别呀、啊！哎，下来，哎，这样白灵芝挺不错，挺不错的白灵芝。呀，装起来！哎呀，哎呀，进山就看着了。今天能采多些吧？咋的？采购人家要的呀？金的这个。这个是好的，把这个整下来行。下来了。哎，这个挺漂亮啊。这个挺大，这个。巧在这儿了，把树皮拽去。还带个桦树皮还。回家烧火吃。回家引火。一举两得。一举两得。对。呀，挺大的呀。你采来吧，给它整来。说我媳妇跟上山挺好使啊，我一个没看着的，都是她看着的。我这眼神不行啊，现在。啊，这样挺大的呀。那旧的呢？那旧的不要了，旧的旧也不用掰了，在那再聊聊。看，哎呀，这个漂亮。这个真不小，这个呀，这个真好。好了，朋友们，现在我们已经从山上回来了啊！看我俩今天有两个人采的，就比我一个人采的多呀、啊。虽然走的地方都差不多，因为我俩在一起走嘛，但是还是两个人眼睛好使啊。两个人多一双眼睛，发现东西就不一样啊，还是多呀、啊。今天采的过还都不错呢，照过来给它晒，给它晾晒上的啊。看，今天采的。这是个啥？这个不是啊，有一个。有一个不是。有一个不是。哎，真带劲啊！啊，今天采喽，晒干了也得有，差不多得有3斤吧，差不多。晒干了，我这些都定出去了，都让朋友们给定出去了。采还得采两天呢，再采两天，看还能采点吗？再采点，没有了都，有朋友要都没有了，供不上了，就我自己采。我们的当地也没有采这个东西的，然后到时候再采点吧，慢慢攒着吧，攒够他们的，然后再给他们发吧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咱们这期视频呢就到这儿了啊。谢谢朋友们的观看，欢迎朋友们给多多的评论、转发、点赞支持一下啊。下期见，朋友们，再见。